的情感，一个俱乐部 Skin Club。Hello， 大家好 ，Skin Club 又来啦。Skin Club 是 CS2 的开箱网站，可以在这里面抽到全部所有 CS2 有的皮肤。大家一定会想说，开箱网站会不会有黑箱作业呢？不用担心 ，Skin Club 是一个公平的开箱网站，还有这个我们小蜜蜂的赞助，好吧，主要合作伙伴，然后也有赞助我们的凯瑞根，所以这个公平性是绝对 OK 的。那你在这个储值的时候呢，你可以使用这个信用卡 ，Apple Pay、Google Pay、PayPal 加密货币，或是你的 Skin 等等都可以。在储值的时候，记得要输入我的代码，这样子你才可以得到更多的优惠哦。然后呢，我们的这个 YT 小活动持续进行中啊，就是每个月呢会抽出一位幸运儿，那我会送他一个小 skin， 然后当做一个就是小小的活动。四部 Skin Club 影片下面按赞留言，然后订阅我的频道，那就可以参加喽。每日期待的抽箱环节，大家抽箱的时候呢，还是别太上头，宝贝，答应我，别太上头啊。毕竟这种东西运气啊，有赢就有输啊，你肯定有赢过啊，那你也肯定有输的可能，所以大家还是按照自己的能力适时的收手，好吧？看我这个抽奖的那个感觉就知道了，我是一个很懂得适时的收手的人。水啦，油宅枪抽到啦，再来，难得抽到一把比较有回本的枪，今天感觉运气还行。真想拿来看这把刀，哎，有点帅啊，这种刀。最后一箱，过去一点，水啦，哇，今天运气特好啊，感觉可以抽高一点的箱子，哎，贵一点的，先几个小三十美，小试身手一下，别抽太多。哇、哦，黄金 M4， 有，小赢一把，再一个，希望可以大赢一把，哎，这支很亮啊，大赢一把怎么样啊？小可惜，开心，这个小赢四枚啊，这两箱小赢四枚，感觉今天真的运气不错，哎，我嘎一发80块，今天感觉运气很好，整个气再来。就一发，一发入魂。毕竟我右上角也快 ，what the fuck？ 哦，幸好77，还是挑战一个更贵的。我看一下，真的要这样子 all in 吗？这样子 all in 下去，感觉今天有得爽嘞。好了啦，干嘎一发好了，刚刚前面抽的那么猛，乌鸦。事实证明，人呢就是不能太贪心。这个时候我们只剩43块的话，那可能不用担心。像这种时候呢，你也可以选择你这个物品库里面的 skin 啊，我们可以只把一些你比较不喜欢的或重复的去做一个出售啊，还是抽这个4块的好了，这300块的完全被他搞完啦，刚我的运气都被那个300块弄掉了，怪怪的。再小抽，小抽几个。哇，干怎么滑过去了？这个完了，真的、啊、被拐气了啦！我被那个300块的拐气吐了，快去点！好可惜哦，这时候就是要跑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时间的 battle 有没有人？喷子还赢 AWP， 真假？跟他对赌好了。哇，有没有啊？
他用三块赢14块，这其实也是一个抽箱，你知道，你懂吗？就是还多了一个这种环节哦。我现在跟他杠上了，我们一直一比一啊，该我赢了吧？有没有？这样这赢基本上就快5块了，再来啊！他跟我杠上，他跟我杠上了。完了啦，这样他就赢五美，有点猛，5.07有没有 ？Update 好了，太多 skin， 感觉抽蛮多的，没什么好留的，是太便宜，便宜一点，而且不是那么热门的 skin 啊，你就算领出来，你可能也不好卖，或者是你可能也不会想用，但是这个一定要让我过，谢谢。卡提，看差一点。要，再来，就这样子，单车变摩托，有时候就是拼了一个拼劲，停 ，nice， 过，像这种时候呢，我们正常来讲就是要忍着 ，but， 今天的运气感觉是真的不错，所以我想要再一门，这一门会是我最后一门。还有感觉吗？你们觉得还有没有一点感觉？不如我们就最后一个了。停！也太猛！看，我觉得就这样收手哎。我刚刚有说啊，适可而止，适时的收手，来啦，到手。大家一定要适时的收手，就是有小赢回来，赢要说啊，赢真的要说，输才要冲，好不好？小输就小冲一点，大输的话那就说，然后小赢的话就赶快跑，有赢就好。OK， 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那 Skin Club 好不好？大家记得参加这个小活动，订阅、按赞、留言，那我们下部影片见。不同的情感，一个俱乐部 Skin Club。